能笑比赛现在开始。什么？不是不能哭比赛吗？我怎么记错了？我可是准备了好久的。我肯定是第一名。老师，快开始吧。我这次考试竟然考了60分，太好了，终于及格了。大宝0分，淘汰。我怎么笑了？大宝，你忘了这是不能笑比赛了吗？我看到及格太高兴了，就忘了比赛了。大宝，你也太笨了，一上来就被淘汰了。我刚刚怎么笑了？老师应该没有看到，上天保佑啊！熊妹，你刚刚也笑了，熊妹0分，淘汰。不要啊，老师，我还没准备好呢，就被淘汰了。比赛继续，不能笑比赛，听着可真有趣。我也要参加，可以的，艾莎加入。现在还有3个人，接下来我就要提高难度了。看我的秘密武器，鸡毛掸子。啊，怎么是鸡毛掸子？希望我能忍住不要笑。嘿嘿，我可一点都不怕。那比赛继续了，这对我来说根本没感觉。糟糕，我感觉我要忍不住了。还好我会魔法。变！你们三个竟然都没笑，看来得加大力度了。鸡毛掸子，加大力度。还好我有我的表情面具，这一下我怎么笑都不会被人发现了。这速度也太快了，好像有点痒。太痒了。奇怪，没人笑啊，我怎么听到有谁在笑？哎呀，我要忍不住了。太痒了，我不行了，老师快停下吧。白雪0分，淘汰。还好白雪笑出声来了，不然我就要露馅了。老师，我可以先留下来吗？我想看看贝尔姐姐和艾莎谁能坚持到最后。当然可以，比赛继续。这次我要拿出终极法宝了，魔法痒痒挠。竟然是魔法痒痒挠，这次肯定要完了。根本不用想，冠军一定是我艾莎的。快开始吧。有什么我都不害怕，就算我笑得再大声，我的魔法面具还是没有表情的。比赛开始。其实也不是太痒。贝尔姐姐，你这是怎么做到的？你也太厉害了。当然是因为我可是练习了好久的。原来是这样。太痒了。是谁在笑？老师，不是我，我根本不觉得痒。也不是我，我的表情可没笑。奇怪，大家的表情都没笑，那我刚刚明明听到笑声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哎呀，不好了，魔法面具的时间快要到了。好痒。艾莎，原来刚才就是你笑的。好吧，这是我。艾莎0分，淘汰。贝尔第1名，耶，太好了，嘿嘿，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